还在耶，好棒哦！我们带着忐忑的心，也带着自信的心情走向这一年。其实我现在心里还蛮激动的，就是我可以在一年过后继续在这里，然后跟大家说 hello。 这一年来我们走的其实也不容易，但是我们都很开心，而且呢很坚强。没有一个人敢就是在一个未知的未来下面你要坚持下去，就是大家都茫然过，大家也觉得未来都是很未知的。是你们的每一个点击跟分享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。我都有看到你们的留言，非常感动。不管是说哎加油啊，或是什么，都慢慢的有人开始认识我们，甚至支持我们。我知道你们是一路走来一直都在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们都活得非常的好。大家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大的力量。希望明年后年的每一年都还可以见到大家，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见面会。路还很长，请大家陪着我们继续迈向新的里程碑。我心中其实千言万语就那两个字，在节目中天天讲天天讲，那两个字就叫做谢谢。谢谢大家，祝我们中天 YT 频道业界 Number One。